今天咱们来吃猪舌头。看一下。全是瘦肉。这猪舌头不肥不柴，就是吃着稍微有点噎人。羊头，这个羊头，
这块舌头上面的皮就不要了啊，羊舌头。羊脑吃不到，要拿铁锤敲才行。有眼睛。搞定。今天吃红烧肉。
朋友们，牛肚肠炫了。生蚝，家人们，今天干一个生蚝自由啊！哇，虽然这生蚝不大，但挺肥呀，啊。嗯，好热。那个慢给你，怎么？lalap ya nih. Ini sisa sambalnya sayang kalau nggak dihabiskan semuanya.红烧鱼子，今天全部吃鱼子，来碗米饭。
点汤汁。第一步再开。大哥从哪儿过来的？我从河北过来的。欢迎您来咱金家老三打卡羊头。好，知道咱家规则吗？知道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没问题，小意思。好，就喜欢你这股劲。对，那就把灵魂料汁倒上了。来吧，咱们开始吧。嗯，师傅，咱又排队了。回去好好干，你也能这样。开始。好，先第一步再开，然后呢？计时了，帅哥。嗯，感谢您的认可。非常好。嗯，爽滑软嫩。嗯，入口即化。不错，对。真好吃，咱家羊头，它主要是还没那么大的膻味儿。嗯。采用的是内蒙古的草地溜的羊。都扒下来。嗯，这是精华，不能浪费。啊，只吃那个脆骨就行了，别的不吃了。这个只吃这个，对。然后用这下牙把这羊脑撬开，用的牙齿。嗯。啊。嗯。这样。好，恭喜帅哥，打卡成功，用时4分05秒。咱家羊头吃的怎么样？感谢您的顾客见证。